民党现在是不是为了明天蓝白合，所以先假装说，哎呀，没有没有，我们没有要办黄曙光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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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没有要重启，是这样吗？如果是这样，你们就太恶心、太恶劣了，只谋求自己的政治利益。因为我们自己来看一下，我帮大家整理过去蓝营是如何集体的抹黑黄曙光。我也请大家可以把这张转给黄珊珊了哈，叫他明天就拿着这张板子，我做好免费提供版权没有？好，黄珊带着去给徐巧芯说。